谁都别想走，我跟你讲。小摩托。这事情要从一只蝙蝠说起。我看一下啊，好问题，退出登录，确定。QQ 登录。哦，可以登录。你在哪里？好友。我有看到你啊，但是我没法加，未加入兵团。举报，他只能举报。过分。哦，组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从组队那边可以进去。来，马路，冲马路，先冲马路。你先检车。嗯，我去搞车，你去搞子弹。开进来。同志们，我来了。我停到另外一个门口去，然后我看到一个人，好，他死了。这都新手，这都是刚开的，不是新手就是老手。哎，等一下，边上还有脚步声。所以我说嘛，这个圈其实是水最深的，就你不知道有些什么人。哎，我看到有个人跑那个房屋里去了，那个我帮你解决一下。上个子弹，哎呀，打瓢了，同志们，我对不起你。好，他没了，还爆头。哎，我快死了，还有人在打我，我看到他了，你个混蛋，你队友们呀，厉害，但是我快死了呀，哎，其实我还有好多血，啊，哒。哎，我前后受敌，不行，好多人都在打我，我要没了，才怪，我打你，我没子弹了，想不到我还有把枪，好了，你没了，疯掉了，你这也太可怕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那个了，我没有枪了。我要拿拳头把他打死。好，可以。拳头杀。看好啊，马上就会看到一个拳头杀，好拳头杀。太狠了。能量饮料，不要等能量类道具，新增回复血。我射手不消。你叶问了都是。后面啊，哦，我这个方向，对，看到，你没了。好，怎么还有人啊？要不要脸啊？好了，你也没了。哎，好，助攻。我刚才是练。怎么还有人啊？你没了，我跟你讲。我有人。出来，我主队了。啊，我看到了，你没了。你没了？你为什么要趴下来了？嗯，不是啊，他们都死了，被我一辆车撞死了。哎，他趴下来，还想跑？我跟你讲，你没了。哎，可以，你没了，好，你没了。哎，我已经拿车压死五个人，我一枪都没打，五个，哦，没有，四个被车压死的，还有一个是被拳挥死。四个杀手，来，走，哦，你没了，给个面子，我靠，有面子，哎，我车胎没爆，我车胎没爆，我跑了。我靠！不是队友太弱了，我们需要自相残杀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。你今天晚上完了。那个这局玩完我们就不玩了啊，王牌姐。等都不要想。换辆车，这辆车已经烂了。换辆小白车，可以，不错。来，我来接你们了。
来接我们，快，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啊，不接了。再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。接我，接我，听到没有？接我。这边有人，我先解决那个人。对。Okay. 你先解决。他在哪儿啊？看不到。看不到，我先入点吧，反正都看不到。在那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看到了。好了，你没了。太狠了。好了，你死了。你还没死啊？好，死了。啊，你死了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，好歹让我把最后一下碾死吧。开始。看他有什么东西，啊，看没什么东西。哎！来，公交来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就告上了，两个一起一条路。我的小蘑菇，我的小蘑菇，谁都别想走，我跟你讲。小蘑菇。我的游戏。来，退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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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要。哎呦不行，让我笑一会儿。哎，我又有压车了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我一定要把那个剪出来，这个剪辑预定。我就是坐在那个摩托上面，看到我慢慢停下去。我觉得可以。来来来，跳跳跳跳跳。